用生命来陪。无奈一段情受袂过爱情客，心只有你一个，深情为你惜咧，怎样行到缘尽的路尾？警察先生，假使你怀疑我所讲的话，你怀疑我的行踪，你应该去问迄个警察书记，找伊问个清楚，唔是甲我留伫遮逼问我，怀疑我讲的老实话。你安尼做，只是浪费咱两个的时间啊！尔，那是浪费我的时间，会当替令璇一线赵依依小姐争取过来时间，我感觉种浪费做价值的。敢讲你无安尼想？你即马是咧怀疑，我是凶手。你当然是证人，但是我们完全排除你有谋害赵英星小姐的嫌疑哦。我谋害赵英星是要创啥？何警官，既然今嘛无任何证据会当认定讲阮阁下案，那呢你无权利拖长侦讯时间。是啊，刑事诉讼法第100条(3)第三项规定，侦讯若在日落前开始，至日落时尚未结束，则金燕君先生有权利要求休息，拒绝在日落后继续接受侦讯。有真侪善良的老百姓拢唔知影家己有这款的权利，必须爱经过警方主动询问。何警官，请问，你刚有问过金燕君先生的意愿啊？而且，阮阁只是用证人的身份协助办案，你阁较无权利强迫伊配合。好。你即摆会当回去啊？也毋过，希望你哦，这段时间随传随到，帮华是努力的人，若无对你较不利，我希望你有这个自觉。你在讲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就是怀疑我有嫌疑，我为了要紧甲赵英清离婚，所以我甲害死。金先生，这种话你莫胡白讲哦，较袂恐吓。我无讲，你敢都袂误会。拄我爱我协助办案的过程中，你问的每一句话拢是咧怀疑我，你问的每一个问题拢是暗示我有可能杀人。恁都敢若差无讲出来，我就是一个案件的嫌疑犯。也毋过真歹势，我啥物拢无做，赵英星的失踪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。假使恁想要直接跳过办案的程序，甲我抓起来做替死鬼，那呢我保证。到最后，你一定会失望。安尼上好啊！我办案吼，永远的精神就是勿忘勿纵啦。你即摆请两个律师来，我甲你讲，我袂输你，我会赶紧找到证据，还你金先生一个清白。是对啊，是毋对啊？啊，即摆全世界就干焦只有赵英星的新闻会当报啊？哪有遐尼侪记者来咱家楼卡啊？是啊，哥，遮尼侪记者，恐惊，但是有家归不得，是安怎？我问心无愧，有甚物通好惊啊？只是英星失踪的案件，即摆警方正在调查，
都算讲伊的车已经找到啊。警方嘛以证人的身份同我去问话，我嘛是无方便接受媒体采访。我看咱先撇开好啊。哎，你看，季安军坐在迄台车内底呢，快紧的！丁先生，请问赵医生的失踪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即摆心情安怎？丁先生，查讲赵医生已经进行肝转肺的大病遗产，那是赵医生不幸遇难，请问你是不是可以转而继承这笔遗产呢？查讲你已经跟赵医生协商离婚，请问你离婚以后会马上带陈启林吗？丁先生，敢会使请你落车接受阮的访问？请一个记者把咱的车围掉的，是要安怎？是莫紧张啊，沉住气，老公，你即马按喇叭。慢慢啊，胃头真开，咱是要回去厝，加坐几年才好讲。嗯。金先生。金先生，请你讲几句话好不好？金先生，听讲你是遐发着赵医生最后一面的人，请问是你把赵医生的车送到海底吗？金先生，请你回答我的问题。老公，莫去有影响，继续道道啊开，把车开出去。嗯。明。较细腻，莫弄着啦。好，我知。喂，妈，我甲燕萍还佮有哥即马伫车顶，啊，咱楼卡有真侪记者，我想讲较暗，等记者离开了后，阮才转去。妈，你放心，袂有代志。嗯，我知影，妈再见。哥。请你即马打电话给芷玲姐，甲芷玲姐讲，叫伊这两天尽量莫出门，工课嘛先取消，啊若无会去用记者叫要的。丁先生，请你讲几句话好无？丁先生，请你回答我的问题好无？丁先生，丁先生，我甲爸即马当地看电视新闻，你放心嘛，我会较细腻的，你嘛是哦，你嘛较细腻的，知无？嗯，拜拜。翠玲啊，你哦是毋免烦恼啦，啊，但即摆赵永新到即马拢总无消息，啊，敢若忽略一只车尔，吼，遐媒体就安尼。安尼乌白讲，安尼乌白药，啊，毋知是咧讲啥个啦，啊，实在是有影哦。燕军即摆是拍来讲安怎？燕军讲，我前两天上好是莫出门，甲工作取消，嘛莫随便接受记者采访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你着听伊个话，安尼做着无毋对啦。你哦，安尼较定静吼，啊，咱了咧点点咱等，等看警方迄边哦有啥物好个消息啦无？爸。我相信赵医生失踪的代志，早就跟燕军无关系。这一切一定真紧就真相大白啊！这警察真正足含慢的，明明有这么侪线索，竟然到今嘛还无完全掌握。看起来赵信这计划一定会甲金燕军误死，啊！不过我千万袂让民哥知影，我为着钱去甲赵信进斗三工，执行这疯狂计划。万一伊也发现，一定会丢我的命。哎，汤姐，你还来？这时间你应该是伫病房里休困啊。哇！我嘴干，想要啉水啦。你嘛知影，最近天气这么热，我房间的水拢啉了啊。哎，我即马咧做治疗，无法度啉有刺激性饮料。啊，若无，我真正足想要啉好白替我煮的咖啡。若是即马会当让我啉到一嘴咖啡，我死嘛甘愿。你都知影，你袂当啉刺激性的物件，佮要啉咖啡，哎，安尼影响到你治疗效果呢？我是鼓劝你啊，你若想要较早离开哦，有诶无诶物件哦，莫乌白啉。即阵啊哦，
甲恁来哦。阿门哥查理哥，我真正就是要啉后白煮的咖啡的。啊，怀疑只是头啉一杯咖啡，啊，毋是其他违禁品啊。无安尼好啊，你给我头啉一杯咖啡，我就给你3000块。你去甲后白讲，后白一定会给你的。哎、欸，这么好看的话痨，你不爱谈？卡一通电话都3000块呢。一万。好，一万就一万。我那也是替你处理，好。哎、欸，查理哥，我知影你较早是做设计，我接触过的设计师哦，拢真好做造型嘛，真好穿衫。你嘛同款，你这尔有品味哦。虽然讲你是穿保全的制服，但是唔知影为虾米你看起来就是特别有 sense 呢。查理哥，你是不是有啥物撇步啊？敢会当甲我讲看卖？喏，这哦，这看人的啦。虽然讲我即摆做保全啊，穿制服，啊，不过吼，我嘛我家己穿衫的风格啦。像你这吼，我连有甲安尼做平，啊这线吼，拢有一定要有甲揣安尼，啊自头到尾吼，啊拢会顾着，安尼哦，你得要清楚你家己的 style 哦。头到尾拢会顾着，嗯，是啥物意思啊？头咧，就是你的发型，啊唔过我即摆咧上班，所以个地帽啊，这帽啊吼，得凹甲咧足挺的，啊尾咧就是鞋啊。鞋啊吼，一定要穿甲足清气，啊上好是名牌，安尼才能衬托你个人的品味。哇，迄真正的呢，哇，这双鞋有够水的。哎，查理哥，这无像哦。哦，你敢讲袂歹呢？这吼，意大利精品呐，全手工打造，全球限量，永远穿不坏。查理哥。你真正是一个帅气型男呢，连穿衫拢这样讲究，莫怪你会这样帅气。你讲话真实在，一点啊拢未受限。无你先等伊啊，我待随黑卡电话。好，安尼有麻烦你啊，查理。哎，给你。想袂到王查理对物质这样重视，看伊规身躯的穿衫。拢已经超过伊保存的薪水的几啊倍，若照伊即卖收入，根本就无可能买起这物件。到底是谁给伊这么多钱？以虚华的个性来看，伊真有钱，绝对会马上表现出来。伊为什么唔敢招摇，不继续伫这做保存？我想这背后原因绝对无单纯。人即马心情安怎？伊即马搁伫个分袂中。小川，收伫个遮，不准任何人入来。
咱的查某囝有可能出代志啊！真实的，我这个做爸爸无好好保护伊。一个失败的爸爸，告诉咱的查某囝，真正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绝对爱迄个凶手付出代价，我会把迄个精神碎尸万段。替人心报仇。这两天啊，咱咧鸡排店来一挂奇奇怪怪的人客啊，表面上来要鸡排。啊！不过拢用迄落毋知啥物邪调在问燕君的代志，我感觉燕父这个人客用过足烦的。妈，这是的啦，因为我的代志影响到恁大家。我想这个代志哦，应该袂真会紧着会当收煞。妈，我快过去哦，你加排店嘛休困几工，等风声过去再开店好啊。我嘛是安尼在考虑啦，是讲。应心失踪的代志，这到底是安怎？啊，是安怎？新闻报道吼，拢讲这代志甲你有关系。因是凭啥物？有啥物根据？会当安尼报啦？哎呦妈，迄个报道八卦的杂志拢嘛是安尼，我看一下，伊就生一个囝，拢考袂着啊！意外事件，互因讲到袂输些残忍凶杀案。所以侬会加油添醋，要刺激迄销售量。迄种新闻你莫看嘛，袂要紧啦。非得咱拢知影，哥一定是无辜的啊。等调查结束了后，遐等看好戏的人吼，因就会嘴塌掉的，免插伊啦。妈，其实你儿愈加共款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应心开始真反常。假使真正是伊故布疑阵要陷害我，安尼我可能一步一步，把你也陷阱。这个代志若真正是一个陷阱，安尼赵应星的目的，应该就是想要陷害哥，害哥永远排一个杀人凶手的罪名。是讲赵应星的尸体若是一直找无，在法律上要定哥有罪是有较困难啊。啊，不过这也毋是我潜力啊。刑事证据法有两个基础，一个是直接证据，一个是间接证据。啊，若是无直接证据会当证明构侠案，安尼间接证据伊的可信度有可能就影响着法官。法官会凭经验，啊，搁有论理法则来推论。若是会当达到合理怀疑有罪的程度，安尼就算无尸体，搁嘛有可能会强判有罪。啊？那会当安尼这么无公平啦？妈。你先免这么烦恼啦。啊，法律哦是设来保护受害者的，若是讲间接证据无够充足，法官那边哦也无可能这么简单就做出判决。除非赵应星的计划天衣无缝。无啊，啊赵应星甲伊妈的计数差很多，伊敢有遐尼厉害，会当制造啥物超完美谋杀计划来陷害哥？我再讲。伊无可能用伊家己的死来陷害哥啊！伊敢有万分哥、万分家，着爱哥家的皮才甘愿哦。这就是我真正烦恼的所在。赵应星是毋是有能力会当设计出一套完美的桥来陷害哥？迄无重要。法律讲究的是证据。啊，赵应星若是真正爱哥爱甲起笑啊，要用家己的命甲哥玉石俱焚。安尼，搁真正跳落去三条溪拢洗袂清啊！应该袂吧？赵应星有遮尼恐怖？赵应星拢已经想袂开，真济届啊，应该无差几届吧？咱想莫想想遐济啦，
我是感觉，咱爱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，无得靠过几工啊。应心伊就会出面解释清楚啊。是讲燕君的，啊你安尼事业才搁重新起步呐，尔，千万唔通为着这件代志，搁来影响着。咱厝的人吼，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啦。啊，上重要是，咱无做亏心事，咱对得起良心，吼。妈，我知啦，多谢你。我嘛希望应心会当平安无代志。毕竟伊之前才甲我讲过，伊想要重新开始，伊希望会当回去之前迄个快乐、单纯的赵应心。我现在就希望，咱即摆所想的一切。我是假想的。我看真正鸡排店都要休几工啊啦！你敢知影这两工你阿妈呢拍十几通电话给我呢，讲伊足唔甘看你安尼在往往屈的啊！一直想要打电话去予迄八卦杂志社，讲要去问遐记者。我想想的，我来疗养院陪恁阿妈，啊，甲伊安搭几工啊，较免得伊打电话去惹人生气，搁予遐记者来乌白报。妈，我嘛会找时间打电话阿妈，甲安达一下啦，叫伊莫有白想。哥，那日我嘛去哦，找唐永全讨论这件代志，毕竟伊较了解赵应心，无得靠这件代志，伊有伊的想法。那日麻烦你啊。哥，即阵啊，不管做啥物代志，一定要较细腻的，安尼才会当避免无必要的麻烦。我知影。喂，明哥，英俊，我甲你讲话都袂当阮视角。我敲这通电话，是要听你一句保证。你敢确实无伤害应心？明哥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会当用我的人格甲我的性命保证，我绝对无伤害应心。好，我会当暂时相信你，也毋过。现在所有的媒体都在录这条新闻，甚至有媒体意图控制几个代志的方向。你安尼未来嘛，毋是办法。所以我拍算伫个圣堂开一场记者会，予你有机会面对所有的媒体，做一摆解释清楚。也毋过我提醒你，即马媒体无可能简单就放你煞。因所提出的问题，你是不是有把握？一项一项拢回答清楚。明哥，卡叔参加记者会，会当平息大家对我的疑虑，我愿意面对。好，记者会的时间，我会阁通知你。小川。所有证人、证据收集交到以后，全部召开记者会。是。照我对燕君的观察，伊确实毋是会做这款代志的人。也毋过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当初伊嘛无顾过燕心，长期对伊下毒。虽然讲最后因为罪证不足。无应心被起诉，也毋过已经对应心造成真大的创伤，达成伊诉请离婚的目的。即卖应心坚持放手，金燕君敢有可能因为急着啊，就别好相认？即卖媒体连子林拢拖落水，甚至暗示是子林指使金燕君谋害应心。我必须把代志查好清楚。不管安怎，两个查某囝，我拢爱救。这位先生，你到底在咧看啥物哈？哦，无啦，哪有？谁呐？我看你也是哦，啊，先等咱厝休困啦，啊，早点哦，我来去买着好啊。
爸，我甲我的工作要延期啊呢，所以今日透早无做工课。我想讲哦，要甲你好好轻轻松松食些早顿，早饭以后咱就当行行散步一下，消化兼运动。安怎？你无介意我陪你啊？我吼真介意你陪我食物件啦，也毋过吼，唉，即阵也毋是时机啦。那自从那赵医生咱失踪了吼，吼，外口就安尼风声放呀，啊，拢讲讲一挂奇奇怪怪的代志呢。啊，我吼是惊伊讲，你吼唔多若去拄着一挂遐食饱闲闲无代志的人吼，啊，当面伊讲一挂遐闲啊话安尼来攻击你吼，安尼就唔好啊。所以吼，爸爸希望讲你吼，安尼好啊，踮厝内面哦，莫安尼四处跑跑走啦。爸，遐人爱讲啥就让伊去讲啊。我无做唔着代志啊！我现在要惊伊啊！我现在要避起来！我现在为着这个人改变我的生活。而且我若是徛好遮，我就唔惊别人杀。爸，唔免惊，咱来食早餐，行。哎，我讲，我菜市有一间卖衫，足水的呢。而且，哎，你看，就是那查某啦。哎，就是哦，破坏盛唐开发总经理赵英兴的婚礼呢，是不是吼？那三人伊人吼，甲赵云星拄着呢。哦，真正是有够优秀的啦！迄吼人嘛要挃吼，钱嘛要贪吼，真正是吼连杀人这款无天良的代志拢做会出来。真歹。爸，莫插鼻，行。迄叫五百岁岁，心肝垃圾鬼啊！就是讲袂来个翕相，紧来，紧来。哎！你是在翕啥？哎，莫了，袂翕啦！你莫翕，经过阮查某囝同意。哎呀，你生气要创啥啦？再讲王丢所条翕相袂用的哦，是害着你哦。而且，哎，这是阮社区的风景，敢袂使晓？哎，莫学袂啦！哎，你莫学袂嘛！哎，好，恁在做超过呢啦！来手机啊我，我莫后从恁阿翕阮查某囝，规个拢讲在神经病嘞！哎，爸，你创啥啦？你莫白去手机嘛！善良不正，下良歪，不怪啦！你的前途只要拍死你的查某囝。你要点以后，你后面跟我讲啥？阮查某囝真乖，我不准你批评伊。好了，爸，借我爸送哈。你有什么代志，针对我就好啊。你想怎忙吧？哎呀，我哪会敢啦？你出一支嘴，就当害死人呢。你，哈，你讲话实在是有够毒的呢。你莫插伊，我替你讨一个公道。你哦，我绝对要替你出一口气啦。手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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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正无需要甲伊生气，但伊若知影我毋是新闻所讲迄款人，伊若是有良心哦，一定会反省啊。哼，真正是足无公义的哈！有够傲慢的，讲遮早的人哦，真正是哦。好啦好啦，不要生气气啦，莫互遮的人哦影响着咱的心情。行，咱小早顿哈。真正是十字高脚床啦。好啦好啦，乖乖，行。村长，你遐。陈仁仪小姐，刚才回答阮几个问题，歹势，无方便。对，我来讲哦，这站在是哦，甲主任完全拢总无关的。啊，拜托，拜托你卖过去吧啦吼，啊嘛拜托你安尼，互阮安尼有淡薄仔这保留的空间，拜托拜托吼。哎，陈仁仪小姐，代志若是真正甲你无关系，应该是大方面你寄托的定金啦，啊哪会是领导你相骗嘞？好啦，拜托。可不，你是有心虚。啊！你想要为你代言的彩妆完美公司来打知名度，想要一夕爆红啊？啊，好啦，拜托，安尼问到这就好。刘仔先生，他讲你家己嘛是用情不专，所以有两家庭，这是不是金燕君跟陈志玲因两个人将婚姻当作儿戏的原因？我来你向我爸回去嘞。你讲啥？我陈志玲做人光明磊落，我不做甚物计较的代志，我现在做离开。我只是跟我爸吃一个早顿，现在做互你公开我是在炒知名度。你是凭啥物啊？你乞笑我、侮辱我？我知影民众有知的权利，啊，唔过我嘛为何我名声会传扬？赵应兴失踪这个代志，到今嘛阁浑浑噩噩。你是凭啥物讲遮含沙射影的问题？安尼伤害我？你若是继续安尼学落去，我绝对会提告。因为我要让恁知影，毋是出一支嘴就当我袂讲话，毋是出了一支笔就当我袂乱写。啊，阁有。
我相信金燕君绝对是清白，多谢。这是我亲手做的苹果派，多谢你。你一定足无闲的，我先要甲你叫叫。爱着你煮的咖啡啊，我袂当一天无饮。浓浓的诱惑，令人难以抗拒。浓浓，来，啊，就参像你的 lips 同款，娇艳欲滴，我就想要加一嘴。我以后都靠你啊！你是不是饮酒醉啊？这是我的房间呢，你可能夹唔到啊吼。歹势啦，就过去。好先生，你是不是袂记我啊？迄天啊，你见义勇为保护我另外一个防务员的时阵，我嘛在场啊。我姓朱，啊，我的名叫做 Apple， 这阵啊吼是我负责的，你咪当叫我 Apple Juice。哦，我是有淡薄印象啦。啊，不过我就是讲，这间楼是金星荣咧负责的。啊，虽然讲哦，伊唔是真实手，啊，不过这个人足认真个。稍等，慢点。啊，这是我亲手做的苹果派。啊，我听讲侯先生你吼是咖啡高手。啊，我想讲我做这个苹果派，甲你个咖啡吼足速配，所以我想要请你食看卖，看我做的安怎。哦，是的啦，我无介意食甜点，可能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啊，不过你会当找你的同事金星荣啊，伊的品味袂歹，味蕾也敏锐。我捌有请伊哦，替我试过几啊种无共款的咖啡。虽然讲伊毋是真内行，也毋过吼，煞会讲甲每一种咖啡的优点，还佫有香味，分析了真清楚。好气愤！好像是你讲菜名吗？连过你亲手做的咖啡，搁伫这间房间内底。是啊是啊，歹势，我搁有代志，我先走啊。搁是落入凡间的贵妇，平时叫你摒扫，倒咧遮疼遐疼，动作慢吞吞，敢骨咧熟咧。看我的咖啡猛男，吼，你着脚尖就溜咧，比我搁较紧。我袂当把我的极品咖啡强啉去，我绝对无可能这么简单的放弃。
上午下晡一点去西餐厅吃午餐，吃物件口味真正，坚持不爱淋豆油、咸椒啊，还是其他的调味料。今日透早八点半离开房间，八点三十五分去买咖啡厅。P.S. 想定的苹果派不适合浓浓。欢龙，真多谢你哦，欢迎来替我支援啦。因为我最近咧无闲开分店的代志，啊临时也找不到咖啡师，真正是走袂开卡啦。啊，不过好佳哉有你来替我照顾每一杯咖啡，安尼吼，我就免烦恼品质问题啊。哎，啊你免遐尼客气啦。之前你伫个遐尼无闲时阵哦，也是把时间啊陪我切磋咖啡技术，我搁较了解吼每一间咖啡的产地历史。啊，佮有用甚物款的煮法，会当把咖啡豆的特色表现出来。讲起来吼，我佮欠你人情，啊，所以你若是要无闲分听的代志，做你去，再交我。多谢喽，等交予你啊吼，谢谢。哦，浓浓 ，You are so cute， 你的笑容，就亲像拄啊韩国的咖啡豆啊，这么的阳光灿烂。想到我心肝内苹果树拢开花啊！经过我亚森罗平这几天心思缜密的观察，浓浓的生活作息算起来蛮规律的。伊的生活里底到处充满着惬意咖啡香，那哩我以后大家拢爱穿个水水，穿个真高尚。趁伊伫台班的时阵，优雅来啉一杯咖啡，然后说出那杯咖啡的灵魂，好伊赞叹我这个樱桃小嘴里底嘛藏有神秘的味蕾。而且我的敏锐度绝对袂输哦，真心哦。我相信金燕君绝对是清白，多谢。嘿，这个陈芷玲真正有够呛他，问一句伊就应一句，不得理不饶人。伊的记者拢让伊定啊金细细，我欣赏伊。芷玲啊，神经减一条啦，伊种大大大的个性哦，就容易去用利用，会吃亏啦。利用。伊是有啥物所在，值得人利用？啊，着伊喜欢的人啊，只要伊喜欢的人吼，伊着对伊掏心掏肺啊。你的意思是，金燕君来利用伊？我是无安尼讲哦，你莫掠我语病哦。啊是啦，你哪有可能伫金燕君后壁讲伊的歹话？你是伊的妈子呢？虽然讲恁之前因为一挂误会无联络一阵仔，但是讲来讲去，恁嘛是穿同一条裤大汉的西装兼外套，恁应该袂这么鸡鸭断脚啊倒啦，啊！不过燕君哦，经过一段婚姻啊，个人拢变啦。有一阵哦，我根本唔知你想啥。阮哥是让赵英兴甲方远飞收走收尾，比较好爱看破人性。伊根本都无变，变的是吼，伊妈妈磨坏赵英兴。你讲你对啦，是我太过敏感啦，吼，好不？你不是敏感啦，你即摆是互家己歹看。查理哥，医生不是讲唐永全伫喺片面受着刺激，你哪会恁家比较看手机啊？是家己讲无要紧啊。嘿，伊是白人诶，伊讲话敢有准度算？好，伊做出哦伤害家己诶代志，万一受着刺激，白到发作是要安怎？诶，袂啦，我即卖会当控制我家己诶情绪啊。对啊，伊能控制家己诶情绪啊，医生拢无想要去留伫遮啦。上好是安尼啊。诶，你家己想要啉无？要恁家泡啦，我。喝完啦，免唱啊！我即摆有足重要代志要甲你讲啊，你坐落来。
安怎？因为遐有坐一个人。唐永泉，你是讲真正还是讲假？啊！给你骗的啦！你两个真正足好胆的呢。唐永泉，你不知道人惊人惊死人的。就我做的，就我做的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啊！你这足无聊呀！陪我耍一下安怎？你无聊，不要紧，想办法替我哥解围哦。即马跟你讲正经的啦，啊，新闻你拢看到啊。照你对赵英新的了解，你应该知伊的想法。伊到底是咧变啥物吧？伊敢真正跌落海？伊驾车若无做伙跌落海，哪会找无人？啊，搁再讲啦，车也无可能家己开落海啊。哎，你哪拢唔讲话啦？这到底敢是赵一新自导自演要下行问过的？黑猩猩吼无迄个胆啦，你莫搁逼用拳啊啦！搁再讲哦，伊家己管你家己的情绪，就管你袂赴啊，哪有闲管人的代志啊？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带你去医生看一下，检查一下。啊，一定爱去哦！迄个医生拢开对我无帮助药给我吃，我无想要去啦。你若想要较早出院哦，就较配合的，干。免惊啦，有我伫。唐永泉，阿你哪会人熊熊变到这么无精神？做治疗是毋是足辛苦的？逐摆食完医生开的药啊，我拢会头晕晕、脑顿顿、口齿不清，而且阁会精神不济。安尼倒不如互我继续放假就好啊。我即摆拢会当控制，到底是放假还是真正？我真正也无想要阁继续食药啊。也毋过，食药啊哦，会当稳定你即摆病情啊，你着爱乖乖听医生的治疗。而且医生即摆嘛伫评估，讲要予你出院啊，你着忍耐一下，着过去啊。停药的代志，着等你以后出院，咱再搁讲，好无？对啦，乖乖配合啊，先到医生看，吼。医生，那我出来啊，我顺路，我先来走。我拄才小阿伯甲你算诶，你以后袂当阁帮唐永泉违反医院规定，伊着爱好好配合医生治疗才会用得。我知，我先来走。还阁有啦，你袂当阁帮唐永泉传递违禁品来影响伊诶治疗结果，若无我着甲病医投诉你。我知。金妹妹，你真正够啰嗦的呢！医生，囡仔迄药效的反应是毋是伤大？我今日替伊检查的时阵吼，发现脑部的活动又搁开始咧无正常。所以我今日特别增加伊个药剂量。也毋过，你这药啊是毋是下了伤重啊？你看伊规个人拢安尼戆神戆神，而且这手啊一直颤，你副作用嘛伤大吧？这就免烦恼了，这是正常的副作用。你出来等病房吼，听一下休困一下就好啊。陈唐永泉，我带你去休困一下，等药效过就好啊哦，哈。
伊遐尼巧的人，为着要治疗你的病，为人安尼共生共死，参手拢安尼扯，安尼敢真正是对伊好？还是讲，我应该爱予伊继续活伫伊的幻想当中，安尼伊就会当甲平常时同款，遐尼巧，遐尼趣味，安尼对伊较好。唐永泉，你敢袂当甲我讲？做一个不正常的天才，还是做一个正常的普通人，对一个较适合你。我上惊一件代志，比做神经病，搁较惊一件代志，就是做一个普通人。什么才是正常？看得到别人看得到的物件，挽救上基本的食衣住行，在因的咱来正常，就是平凡，敢毋是？你头脑无正常的时阵，看得到规个宇宙，还佮有时空，嘛会当甲看袂到的人讲话。迄种生活，虽然讲真奇怪。但是真趣味，嘛真精彩，真刺激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看到的嘛是普通的物件，想会到的嘛是食衣住行。有当阵我都在想讲，无得卡精神病，因的人生拢比我的人生搁较精彩。看到你为着要治疗你的病，过到这么辛苦，我真正足不甘。我是不是不应该苦劝你治疗你的病，吃药啊？我知影你是普通人，所以我嘛知影，为着要甲你做伙，我一定爱变作是普通人。安尼，恁厝内人才会愿意甲你嫁互我。为着你，我会做一个普通人。我会把我的幻想的翅膀摕掉，把我穿越时空，甲看袂到的人讲话超能力，拢总拢摕掉。因为我想要用上正常的模样。徛在你的面头前，安尼你家庭厝内人，才会放心吗？唐永泉，我拄则敢有听唔到？你讲你爱阮家的人同意我嫁予你，所以你这是在跟我求婚？是哦。你愿意嫁予一个以后无搁再趣味，而且还去予药物控制，将会变成笨蛋的唐永泉吗？啊，你无愿意嫁予我？我当然不愿意嫁予安尼的你啊！我愿意嫁，是我的小王子唐永泉，不是特别安怎的你。不管你是天才还是痟的，我拢愿意。只要你做你自己。
皮擦吧，你来阮家创啥？啊，我来找你的啊。欸，你是不是哦，搁去找迄个帕带帕带？帕带？什么帕带啊？干嘛我来唐永泉先看牌？欸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啊，阿嬷，给我哦。哼，没给我嘛。对付你哦，我敢问这小人，哈！啊！天啦！这是什么？哦，你出拳哪会这么凶啊？真正都不知道怜香惜玉呢。什么怜香惜玉啊？对付你这种八加九，我在手段是多好呢。哦，这天！是的啦，是的啦，算我讲了唔对啦。啊，这唐永泉哦，伊是跳电，伊唔是拍带啦。算你识相，我唔对。那我的唐永泉的餐桌是上新的 super 电脑，暂时跳电。啊，你讲我这种普通人哦，就餐桌是简易计算机啦，就算讲哦跳电，嘛无虾米了不起。哼，啊，计算机嘛介好啊，而且佫环保，迄食太阳能哦，就使做头路啊啦。胖嘞！啊，你不是讲你食太阳能就会当做代志啊？啊，啊，你出去食太阳就好啊，想怎来阮家蹭饭啊？欸，啊，有好料，想怎要食太阳能啊？喂！你两个哪会这么无卫生啊？哎，这菜哦。是要捏一挂，予恁爸佮子玲食呢？啊，恁哪会用手呢？谁敢食？喂，啊，等下我要来疗养院看阿妈。啊，这饭菜吼，你还摕去予恁爸食哈？哦，好啊。啊！你去看唐永泉，伊即摆安怎？好真济啊！伊拢有照时间食药，你要出院啊？所以，伊即摆拢爱食药啊，控制哦。嗯，无一定啊。虽然讲哦，伊赶快会看到幻觉啊，不过只要伊知影啥物是真个，啥物是假，嘛不一定爱食药啊。啊？所以即摆。我阁分袂清楚，伊看到是真诶，还是假？安尼拢有幻觉伫，敢袂足恐怖啊？妈，看到幻觉吼无恐怖，对人诶偏见才是真正恐怖。毋过伊这病，可能医袂好呢。啊，毋然一世人食药啊？一世人食药也办无要紧啊。你看，迄高血压也是心脏病的人，拢嘛是爱食一世人药啊。敢讲安尼，因家的人就爱甲因放屎了。你有明明知影妈不是这个意思，妈是咧想讲，你敢会当甲迄唐永泉做普通朋友就好啊。无。伊这款病哦，啥物时阵会发作也毋知啊！啊，若严重起来吼，迄可能会伤害人诶。妈，我无想要阁讲这啊啦。进前爸精神状况嘛无好啊，甚至伊阁有反背你，你嘛赶快原谅伊，还阁有淑云阿姨，是安怎你着爱反对唐永泉啊？啊！你是安怎来提起这件代志，得来跟恁爸爸的代志比啦？恁爸还是失去记忆，也毋是精神有问题啊？搁再讲哦，我甲恁爸哦，迄着敢若亲人嘞，啊，亲人之间就是爱互相包容嘛。我嘛同意，亲人之间就是爱互相包容。所以哦，请妈你莫阁反对唐永泉，因为唐永泉对我来讲，伊就是我的亲人，而且我嘛答应伊，等伊出院，我着要嫁予伊。心如，你不是在跟妈讲气话吼？精神失常，这不是一般的症头呢。这阵啊，你定拢去疗养院，
甲伊做伴。你嘛应该知影啊，精神失调，若是要甲这种人做伙生活，那是会足辛苦的。妈毋是要管你，妈是毋甘你。妈，医生有讲啊，就算讲有这种病，嘛同款会当过正常的生活。我相信我甲唐永全会当找到属于我们的幸福。我希望会当得到妈妈你的祝福，安尼才是我原本认识的妈妈，迄个永远拢包容的圣光妈妈。别看，这是你的名，你家己想好清楚就好啊。这饭菜会记得摕去给恁爸，我要来陪恁阿妈。妈，外口记者足多，我陪你去啦。唔免啦，遐记者我搁我顶。阿妈，无我载你去好啊。你放心嘛，我这届哦特别注意你的安全，袂让你危险的。好啦，啊无都麻烦你啊。好。唐永全讲了无唔对，妈，这种反应就是普通人正常的反应。伫个心肝内，参志辉迄种伫外口偷食吃小三的查甫人，拢比唐永全佫较好，因为这就是普通人会做的代志。伊认定的幸福，就是只要静静感受到的幸福，过的生活，就算讲。是啊，还佫妈伊家己拢拄着分辨，伊嘛无法度了解，每一人需要的幸福拢无同款，对幸福的定义嘛无同款。来，阿姆，安全帽佮戴起来。对啊，有遵守交通规矩哦。那是当然的哦。迄自从我弄着阿姆以后，我就无咧偏三百。啊，今仔日哦是载阿姆，所以讲我一天哦上济三十，时速速限60以内。人咧讲哦，迄食一羹亏哦，学一届乖啦。对哦，小费，这句成语用伫遮敢那无啥对呢？是安怎食亏的人是我，学乖的人是伊？啊，小强啦，啊，反正看到阿姆疼，甲我家己疼是同款的。阿姆你哦，恁来敢那直接来找阮心如的呢？这那是一般的普通朋友，应该无遮久了才对啊。阿姆为什么安尼问啊？啊，伊敢是看出什么啊？啊，那个，我应该要安怎回答啊？啊，才会当哦表现出我的心意，啊，佮看会出我的调皮。阿姆啊，啊，你嘛知影嘛？啊，我着无啥物亲人啊，啊，伫阿姆遐哦，我才会使感受到家庭的温暖。啊，而且哦，欸，你莫看我佮心如安尼吵吵闹闹，其实哦，阮的交情足好。啊，而且阮毋是普通朋友，阮是上好的好妈子。既然恁是好妈子哦，阿姆想要听看你对阮心如和唐永全交往有啥物看法？唐永全有啥物无好个？啊，伊是高富帅呢，伊是迄查甫囡仔心目中的天才呢。我毋是爱阮心如，一定着爱找一个高富帅的查甫囡仔啦。你袂了解做妈妈的心情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妈妈，
嘛是一个自私的妈妈啦。我当然无希望阮心如后摆过着艰苦的日子啊。其实我总感觉，阮心如应该爱加熟悉几个查甫囡仔，安尼，才有通啊做比较，卖规个心哦，拢放喺唐永泉的身上。那呢，阿母，你希望心如会跟什么款的对象啊？对方无一定爱是迄种大富大贵啦，有权有势迄种家世啦。上界无吼，爱有责任感，爱有正当的头路。当然啦，对阮心如吼，都爱足疼痛的，足用心来照顾伊，安尼就好啊。惨啊啦！安尼看起来哦，我阁无够家去爬心如，我恐惊后爱找一个讨论者，袂使阁安尼挥泪啊。阿妈，莫想伤济啦，迄犯事哦，迄头用笑，敢若有头壳会使用尔，啊伊个规个身躯拢是废物啦，啊伊也袂使教心如安怎啊，对无？嗯，啊这囡仔讲话哪安尼啊，无正无经的。好啦好啦，别跟你破刀啦，啊你毋是要送我来养老院，啊毋惊？哦。阿姆，摇安咯。好。哦，今仔天气阁袂歹个，凉凉啊吼。嘿啊，好佳哉，无落雨。嘿，爸爸，我你要来干啥？我问你嘞，你是凭什么跟我新一代男神伫个房间内底练咖啡哈？练男神？嗯。哦，你是讲迄个咖啡怪客哦？哦，啊，不是因为哦，你去毛飞，我替你 cover 啊，我唔知道下底迄站留拄着伊啊。嘿，佮拜托诶，什么我去毛飞你给我 cover 啊？我 Apple 姐哦是用心良苦，为着让你这个菜鸟会当独当一面，莫害我替你收买，我唔知让你一个人去整理迄个客房。也唔过你别因为安尼，就超过接近我浓浓啊。哦。Apple， 你敢袂伤过夸张啊？啊，之前你去一领班，不是讲这個咖啡怪客，个性吼就古猫，很难搞。你喏，上好是卖照镜较好。不然今嘛你态度汹汹，180度大转变啊！啊，佮叫啥？浓浓，唔，这你都唔捌啦。缘分但是是足歹讲，爱情说来就来。You never know。当时的对路情网，实在一个人，就像像冰滴咖啡同款，一点啊一滴，拢需要时间的萃取。你像我坏，我的男神龙龙是一个真性情、有马术的真男的了哦，我规个心都起来伊耳仔占据，满刀都溢出来了。你想我老实老讲哦。你跟我的男神除了在房间啉咖啡以外，还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代志无？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代志？嗯。哦，有啊。我两个在房间，在房间。哎，人来啊！你去问伊啊。哎，你下班啦？讨厌，我唔想甲你讲过，我今日放假你阁袂记得？你来遮找我，我拄好今日暗时有闲啦。哎，怎样？我是等来提吼手冲单品，爱去朋友的咖啡厅试看卖。啊，这个咖啡吼有一种独特的香味，啉起来酸酸，足特别。有机会我煮给你啉啊，你一定会喜欢。哦，好啊。以我亚森农平敏锐的观察力，代志果然无戆人想的这么简单。你拄则要讲的，恁两个到底伫个房间内底创啥？啊，顾南管理伫个房间内底创啥？你家己想啊。
那伫个房间内底啉咖啡，啊，佫盖棉被，佫毋是纯聊天。你讲，恁两个到底伫个房间内底点偌济时间？无偌久啊，30分钟尔。30分钟佫尔尔，你到底是安怎折磨我小龙龙的？你想要怎样？啊，无你摕饭店的小道消息来换。哎，最近哦，我就好奇迄个李经理的呢。哎，伊背景啥？金心荣，迄电视新闻毋是讲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，那你想想这样八卦？而且我嘛毋是这样八卦的人，我嘴是真暗的，我无甲伊讲人的阴暗话，我哪会知影饭店内底有啥物八卦？我讲，安尼我来做啊。我不准你走！你无甲我讲清楚，我不准你走哦！你啥无代无志，调查你经理啊？是啥物人摆来阮饭店做的 spider？ 你紧讲哦！那无我讲哦，我这苹果龙爪手都要甲你削落哦！哎，啥物 spider 啊？是 spy！ 拜托 Apple 姐，你卖咧乌皮闹英语好不？啊，你刚才伸出咸猪手，你是职场性骚扰呢？你紧讲哦！我讲，我就给你。紧讲，你讲。哎，你买！哎呦，哎，别走！妈，哎，佳佳，啊，你好，大林叔叔再来啊！佳佳讲哦，真久无看到我啦，啊，打电话叫我再来找你。Hello， 进前带我去解救你的林同事哦，歹势啊！进前袂记得自我介绍，我姓林，我叫林天祥，我是一个精算师，算是精算界的孔刘。你叫我大林刘啊？你这个朋友真正有够奇怪呢，我也无问伊叫什么名，一来就自我介绍，他袂去杀着我吧？孔刘已经下骗了啦，我看你是侏罗纪内底的恐龙吧？Hello， 美登，你讲的恐龙是讲我呀？无啦，我是讲吼，我姓朱啦，英文名叫 Apple Jew 啦。英语你听有无？意思就是苹果汁的意思啦。咦，我听无介有啦，啊，不过拄仔听你的发音 Apple Jew， 苹果猪哦，啊，你贵叫松板猪，唔是较贵？什么松板猪？苹果猪，苹果猪，苹果猪。对啦，苹果猪，你家讲的哦。你只恐龙敢来笑我？你才死啊！你！妈，阿姨两个生遐久，头拢袂戆哦。妈妈。拄仔感觉天旋地转，即摆我感觉世界因你停止转动。你想要创啥？我阁是玉女呢，你唔通乌白来哦。我已经有喜欢的人啊，咱两个人只是萍水相逢，你还是趁早对我放手吧。哦。其实我今日来也是，即阵我趁只大钱，我想要请你甲佳佳哦，真是更好了，散个光吧。有啊，妈，紧上车啦，我巴肚就枵的呢。哦，好啦，啊，你要带我去倒一只？哎，凊彩食就好呢，卖伤贵哦，食一饱就好啊。什么凊彩食，卖伤贵，食一饱就好啊？我这条活大条，你唔知影，所以唔免替我想，等下可能爱食来做你点。安尼，我就无甲你客气啊。大恐龙，你明明就想要约我食饭，搁伫遐假古假怪，摕这母女俩当挡箭牌，老套，卖对我欲擒故纵的把妹招数了，好不好？菜皮巴，你若是无甲阮龙龙甲你吼，伫个房间内底30分钟甲我讲吼，我是无可能帮你耍。侏罗纪内底恐龙，我该多休假，免叫人请一顿。
哎，你拄好着哦，相公，你当坐前座，出来。我会晕车。妈，是安怎？你毕业要去咋？哦，无啦，无代志。干嘛耍 copycat 的游戏啊？迄个叫做东施效颦。古早时代有一个卖姑娘啊，一直模仿这水姑娘的动作姿势，啊，无到尾啊，拢是反效果啊。这故事哦，就咱讲一句话，就说错人啊，都好就好，歹不要紧，啊，毋过歹佫够使哦，迄个是真歹。你即摆是咧讲啥哈？买水啊，买水，水的意思啦。嘿，行咯，别给恭喜你啊！恭喜你从今开始啊，过你崭新的生活。我早就知影，你不是温室里花朵，所以这杯祝福你。日子哦，愈过愈幸福，愈过愈精彩。其实啊，这拢感谢我的亲人。朋友，还有我这个大心的查某囝，我才有法度重新走出自己的人生。从即马开始，我阁交无任何的关系啊，所以我更加勇敢，更加坚强。你嘛爱感谢我这个同事，对于谆谆教诲、循循善诱，你哪有可能伫咧这份工作，这尔紧一手？刚好你伫咧上班时间吼，甲人伫咧啉咖啡啊。我当然袂记你这个师傅啊，阿婆，多谢你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。你阁会记我是你的师傅哦？那呢，都要有伦理观念，有事弟子扶其老，有酒事先生传，这意思你知影啦吼？迄就是比方说吼，有一个秀色可餐的小鲜肉伫咧面头前，你袂当偷食。就算讲我这个师傅已经甲食落啊，你嘛袂当食。哈？拄好就好，今日博学多闻，读过《论语》，卖过电啊啦。哎，阮新郎水杯啊，捧只久手会酸嘞，都少讲见。先生，先生，麻烦你替我加水。好，我加水。请问你们是要加两壶吗？别，一壶就好。好，你倒头来的。好。大姐，拄好就好，卖搞违心容好不？你有咧也无成啊！你咧根本就是傲来啊，给捧过呢。什么？我傲来啊？我本来就是捧过，好不好 ？A P P L E Apple。我喊你下班时间会用甲菜皮巴做伙。嘿，伊平常时摒扫有够含慢的呢。要唔过我今日发现吼，伊安尼一举一动就有淑女的气质，不了优雅嘞。虽然讲我是伊的师傅啦，要唔过我嘛秉持咧学无止境的态度，我今日就爱好好甲菜皮巴学这优雅的姿态。我讲啊。气质这款物件哦，天生的与生俱来，你后天学袂来啊！有咧无好，唔通贵妇你做袂成啊，会变成个低智商的渔夫，你知？什么低智商啊？我真巧好无，你唔知影尔你。然后，我来讲啦，人科学家哦做过实验，就是哦智商低下的人，野炊鸡
甲叶头是永远无法度为不同款方向去洗。意思就是讲哦，你的喙子哦，若是顺时针方向洗，你的头同一个时阵，你就无法度逆时针方向洗。家己。对，就参像你即摆安尼啊，参像迄古早连续剧咧控安尼，个个翘的。哎，那是我背后吃的呢。不要搁背一只，讲我无生过夫，你嘛无咧外敖啦。查甫人本来就是背遐，查甫人吃。上规定查甫人就一定要背遐，查甫人吃。你讲我讲出来，我就袂。你们，好，拜托的好不好？你两摆搁倒嘴过来用啊袂？先吃物件啦。这个大林到底是要安怎？一时给我毒，一时搁注意我的一举一动，现在搁对我放电，头毛我白泡泡、油咪咪的小手手。我知呀啦，查甫吼有时阵唔知咩啊表达伊爱意的时阵，就用欺负查某人、呛查某人的方式来吸引对方的注意，讨厌。你就算讲纸巾无抢到伊，伊的内心戏嘛无算遐重啦。你平常时安尼乖乖哦，算应该交阮做朋友啊。没啊，我感觉这个阿姨虽然怪怪，啊，不过真趣味啊。以后有机会哦，会使加找伊出来食饭，我会使做阿姨的好朋友啊。哎，妹妹，我大你无几岁呢，别叫我阿姨好不好？叫我姐姐。对啦，多谢你今日请我食饭，我等下吼带恁去一间足赞的咖啡厅饮咖啡。好，姐姐，你算是有良心啦，搁知影吼，什么合作？回馈，我是想要去咖啡厅看我的浓浓，我对浓浓真正是一片真心。就算讲这个大林勾引我，我嘛是赶快袂变心的。来，大家注意这间，注意这间，去。哎，是你嘛？啊，你哪来？是你哦。啊！你食拄好，我还闻到你煮的拿铁啊！哎，这是我朋友啦，一个大林，啊，这是我查囝，佳佳。哦，林哥，咱来等一下吼，我一定会用上好领的咖啡跟你交谈。是讲你来唔在吃头路啊？那是因为，吼，这侯先生是最近头家的好朋友，啊，伊若无代志的时，哪来在代班呐？啊，你哪会知影？哦，你莫感觉意外啦。我唔是要侵犯你的隐私啊！我做一个专业的服务员吼，有迄个义务爱了解所有房客的状况。而且吼，我是菜鸟服务员师傅啊，为着要还更完整的教育训练吼，就算讲是下班时间，我带伊来遮学这服务精神，这嘛是应该啊。所以吼，我想要请教你搁较侪你的问题。啊，你较爱食啥？我看你的皮肤遮尔健康，体格遮尔好，你是唔是有咧冲浪啊？我嘛要冲浪呢，阿伯你若要去吼，麦当约我同齐去，我当穿迄比基尼啊。查某囡仔吼拄开始上瘾哦，我是建议讲穿防磨衣啦，当防磨、防晒、防水母。卡斯公你穿比基尼，公你穿帮哦。你好坏啊！我拄食伫个餐厅，感觉这个阿姨怪怪。我看伊哦，唔那是怪，是变态啦。农农，不是啊，何先生，啊，顶间我这个菜鸟房务员吼，走入你的房间，啊，甲你搅扰，实在足歹势呢。也唔过你真正人足好诶，竟然无甲怪罪，搁请伊啉咖啡。伊无甲我搅扰啦，阮哥开工了真欢喜。啊，静静啊。是我学会真形容啊，搁加一个面具予恁看。啊，这代志我即摆想起来吼，拢感觉足歹势。无安尼啦，今仔恁的消费拢算我的，就当作是吼，我为着
差一点仔无细腻，甲房间烧起来的代志，甲你回失嘞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保证啊，别个话改啊。啊，我想要甲你问一下，啊，你讲恁两个伫个房间内底三十分钟是拢咧创啥哈？我是因为吼，迄主管就是问我讲，这菜皮包有咧无火无？啊，我唔知要安怎回答，因为是上班时间嘞。对啦对啦，阮有做真侪代志呢。开始的时阵是零加币嘛，啊，搁有就是。哈！我卖听，我卖听，我叫我做零加，我卖听。点较紧的啦，一杯咖啡尔，剩你还袂点，想遐尼久，敢若查某人。我代志卖管，我拄仔是听怀农讲哦，每一个咖啡哦拢无同款特色，到口味，所以我即卖有选择性障碍。大林，你们点较紧的啦，咱要等候着何先生哦，去服务吧，人客的时间啦。不要紧啦，大林，啊那无吼，你对我来去吧台，我哪煮咖啡，哪甲你介绍。哦，哎呀，你都讲个海外的咖啡有迄坚果味啊？对，酸度比较均匀，余韵很棒。哦，你休息一下啊，大林，对我来了，来。品尝咖啡哦，哦，全世界行透透呢，去真侪国家哦。是啊，我为着要领到吼上原始的咖啡味，我阁特别走去哥伦比亚的农村，伫遐待一阵仔，啊，甲遐的咖啡农吼做伙烘咖啡，教因学煮咖啡的方法。讲起你的人生，我真新鲜呢。我会记得哦，我大概出国哦，大部分拢为着公事。有一届，我放假哦，我走去意大利呢。啊！结果遐个咖啡哦，袂合，我饮料袂惯势啊，那是苦哦，而且顶面搁铺一层呢咖啡油。啊，不过澳洲人上爱就是遐咖啡油呢，伊认为讲哦，遐是意大利咖啡，无法度取代旁边。好像是啊，你有去过什么国家吗？我较怂啊，我坐飞机干去过金门去啦。哦，歹势。我们都在讲咖啡呢，你还讲到高粱去？金门冇咖啡啊，做你们呢？我无你讲看卖，咖啡就是伫倒。啊，伫农村乡啊。那是广告的 slogan 啊，你们拄好着。无恁大家慢慢仔讲啦，我先坐小车转来。伊看起敢真忝啊，而且吼伊个功课还袂写呢。何先生。你煮的这拿铁哦，真好啉吗？这个味我会记掉的。佳佳，跟大家讲再见。大家拜拜。拜。莫先生，我送你回去。啊，对啦，啊，大林要送你吼，你就喊伊送回去啦。啊，无你等下搁要带车坐车，安尼佳佳会伤忝啦。免啦，阮坐客运车足方便的啦。大林，我真难得吼，会当跟人讲咖啡，讲到遐尔欢喜。你着何先生应该得病嘛？咱会当继续开讲嘛？是啊，恁两个吼慢慢来讲，莫因为我扫兴嘛。啊，是不 Apple， 伊看起来嘛足忝的呢，你要跟阮做伙走吧？哦，没啦，我袂忝，阮拄开讲啊拄欢喜尔，阮继续讲，恁先回去啊。开讲啊拄欢喜，你真敢讲呢？阮拄讲的时阵，你猜到话哦？哦，我看以后你看到冬瓜哦，你又讲足长的时光。好啦，无你慢慢来讲，我先来走啊。拜拜。安怎？我哪会感觉敢若有人在跟踪咱呢？敢毋是爸？应该是袂吧。那安尼，敢毋是汉生姨妈？
阿姨哦，我都唔敢确定，可能是我看唔着去啦。希望哦，莫阁有啥物无好的代志来搅惨咱，反正平平静静过日子就好啊。干。我会干死哦！什么鬼演唱会啊？人林嘉宾拢嘛是提神的助眠哦，放在电视上哦，第五期来看。喂，大林啊，我吧台已经整理了差不多，阿基妈妈想要回来啊，等一下我搁有一个事要讲，那呢我就先来走啊。好，不用做你啊。阿今仔日吼，甲你开讲了真欢喜，等后界再搁继续。老板，见。好。唔对呢，这个后台啊，若困到三更半暝，我嘛背个三更半暝，听得到？中间哦，中间哦。气到，所以跳过甲龙龙叫走，想要单独甲我做伙叫嘛？我看你们那是一个花痴，你给我被害妄想症呢？我即马真忝，我一等下厝诶，彭宝贝查某囝，伊搁咧等我爸爸爸爸爸爸公主抱来抱抱。你怎会想要安怎？你是要安怎？别问我，你问你家己啦。我拄啊好心哦，叫一个困较低诶人哦。结果起身甲我讲，我另外有气度啦。我若真正送你上去，我搞到黄河拢洗不清。而且，你若真正唔知影要安怎转去，做你菜地吃无要紧，等一下头家若转来，看你是后来啊坐车哦，要等你出去，等一下不收车你会再走啊。而且，你的浓浓唔是我甲赶走的，是真正有合作还没讲，所以伊才走的。我讲煞了解，拜拜。你别安尼离开哦。你老实跟我讲，你到底想要对我创啥？你真正对我就好，我有熟识真辛苦的医生，我替你挂号好不？你莫听讲讲别行哦，恁查甫人嘴巴说不要，心里却很诚实。我这个人会当接受上直接的对你方式，也毋过我只要撒着想，我就会把我身心里全部拢交予伊。我一直无交男朋友，就是咧等我的 Mr. Right。当我伫咧洞房花烛夜迄暗，把我上宝贵头一个献予伊。我趁你来不来？这跟我有地带哦。你莫阁假啊！我讨你的心声哦。你一直就伫咧我身躯边，就是要阻挡我甲龙龙之间浓烈的爱，对不？我跟你讲，这是无效的，因为无人能阻挡我甲龙龙之间的缘分。大林，事实虽然真残忍，也毋过我也是爱甲你讲，我必须要拒绝你的爱。你会当伫咧心肝内偷偷爱我，也毋过，请你让我走。我会甲你对我的爱，当作是最后的温柔，最大的自由，最美的放手。你免想过悲伤，因为咱个实在无偌久尔。就让我轻轻地走，挥挥衣袖，我带走一片云彩。也请你让我轻轻地走，独自悲伤一会儿。这样好了，哦，拜托，我真需要这台车，中永街，八巷，还有一个咖啡厅，对，有人啉咖啡啉啊起痟气啊，赶紧来。张文清。
拜托你甲书记讲，三分钟来赶到位，所有罚单我来。你这小查某讲的真在袂调，还拜托。我讲到这个事情，你没有小查某，你讲你没有，我当然叫妈妈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好，我唔管啦。我一个路人在那坐计程车真危险，赶紧送我回去。而且在楼卡等我，等我电话一拍开，你才能离开啦。哦，送你回去啊、哦！哦，送，送你回去，送。我刚打电话来呢，拜托，请问，这车到时来啦？嘿，陈天兵，我拄才伫个电视新闻有看到你的 live 报道，你竟然伫这对记者呛声哦！你真正是一个铁娘子呢。阮知影这几天你一定有记者你会走，所以阮才约你来这间餐厅。你放心，这间餐厅我熟悉的，伊唔敢让记者你白后白翕的。多谢您啦！这几天我甲燕君，确实有媒体记者又爱出烦的，嘛影响到阮的生活。遐个新闻报道，也是民众的反应，加批评甲指责，真正让我甲燕君承受真大压力。连我，通关甲无我都承受啊，卖讲是燕君。伊个甲赵医生失踪的代志有关系，我真正就烦恼伊袂堪食。志玲，有一件代志，我甲宝宝本来无想要甲你讲，啊，不过阮讨论了后，也是决定要将这件代志甲你讲。什么代志啊？你敢袂记得燕君哥向你求婚一天，伊讲赵英心愿意离婚啊？当然会记得啊！我有看到金燕君还佮赵英心伫个咖啡厅谈判，啊，迄时阵我看赵英心的态度，大概种个，伊佮讲伊不管安怎拢袂佮金燕君离婚，子林。啊，到底因谁讲的才是真实的啊？我甲丽莎拢唔知要相信谁的。当然相信燕君啊！赵英新的态度安尼反起反倒，而且伊讲的话哪会当相信啊？你想看麦，因来提供燕君的离婚协议书拢是假的呢，伊根本就是甲燕君整笑的啊！这个才就一只猫啊，抓着一只猫鼠，一下抓，一下放。这根本就存心哦，要把这只鸟鼠折磨到死啊！我知影赵应星这个人袂输甲小查某同款反起反倒，啊，不过我感觉，伊愿意离婚，隔顿工又阁讲伊无要离婚，结果按时阁将假离婚协议书给燕君哥，这全部拢太过奇怪啊！而且赵应星要离婚，拢是燕君哥一人咧讲的呢。无人会当证明讲赵应星有讲过伊要离婚，啊！啊，这件代志我真正是愈想愈奇怪，啊，到底代志真相是啥款啊？不管偌奇怪，咱拢爱相信燕君，伊只配合赵应星在做代志。我有甲燕君讲过，不管偌久，我拢会等伊，我袂逼伊离婚。既然我甲伊有同款的想法。那安尼，你敢有需要安尼做？而且我实在厌倦，伊袂做这款代志，伊袂讲白贼，伊袂欺骗我呀。台湾的法律是保障大老婆，啊，赵应星通奸的证据拢已经毁掉啊，啊，嘛无法度判伊甲刘浩宇有罪啊。而且，就算讲赵应星死就唔肯离，那安尼你甲金燕君就一直无结果呢？啊，是讲你要突破世俗，要有法律的规范，啊，你要做伙啊，安尼就惨嘛。你话你两个出代志，赵英新会翻头，倒来跟你两个通奸。总共一句，赵英新有绝对的主导权。子林，啊，你敢拍算要安尼一直等金燕君，安尼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啊，等一世人？谁拢无希望会面对这款的局面啊？
讲老实话，我甲燕君嘛唔知影会当坚持偌久。我想燕君佮伊想法一定是甲你共款的，啊，毋过伊若是要甲你结婚，公平正大将你娶入门，赵应星煞一直逼伊，互伊无路通行，我惊伊会狗急跳墙，做出伊平常时无可能做个戆代志呢。老实讲啦，即马无人会当保证燕君哥敢袂一时冲动对赵应星动手。无可能，就算燕君和赵应星变到一幕幕退步路，伊嘛无可能做出遐恐怖的代志。咱要相信燕君。喂，叶总你好。哦，你家明天的3D 图明仔载就好啊。啊，你要过来看？好啊好啊，那你要跟你约明仔载中昼啊，伫我办公室好不好？啊，等你过来再讨论。好，好，多谢你，明仔见，拜拜。这么晚才过来。老大，你是不是需要这？查理，你哪会来啊？哎、欸，哦，我伫咧想讲，我今日加班，毋知加到啥物时阵，我等煞咖啡提神，你都过来，多谢你哦。来，别来这啊。啊。哎呀，哦，哎，查理，我即摆。就怀念这种感觉，我阁会记以前咱伫太原工作的时阵。我知，那在太原熬夜加班你赶到的时阵，我来替你准备咖啡。嗯。哎，即摆工作室干了我一个人啦，我拢泡迄即溶咖啡，啊，这两工啉完啦，我嘛无时间补货，啊，阁加班赶去设计图，好佳哉你提咖啡来给我，查理，真正是我的好妈子。哎，好啦。工课到顺，我看你加班加到即马，确实接袂少哦。即马一切重新开始，所以我会把握每一个工作机会啊。啊，你咧，你有顺利无？还好啦。啊，以前迄收尾工课吼，我替你做，啊，即马无我，迄工课吼，你一人个总包，多辛苦。哎，这无法度啊。前一阵啊，我应征几个设计助理。因我拢无适合的，啊，这段时间我们较无闲，代志我较多，我无时间面试啊。哎，查理，你规日甲斗相共啦，我就需要你。老大，你拄则讲的话吼，唔知的人会当作咱两个有奸情呢。我甲你当然有啊，坚定的友情。老大，我是想要来甲你斗相共。啊，不过你嘛知影，我才拄好去做保全嘛。啊，我去上班时阵有甲人签约，啊，你嘛应该袂想讲叫我来甲你斗相共，我叫用违约啊，叫用罚钱嘛。唉，也毋过我真就希望哦，你当转来甲斗相共。欠你一个人哦，我感觉欠一支手。老大，我看你安尼哦，真足可怜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约那到。我就回来跟他斗三工。你讲真的哦？你现在要回来跟他斗三工？查理，讲话算话哦。哪日我请你带你回来，咱两个做伙拍拼。嗯。喂，亲爱的未婚妻。亲爱的未来的老公，你吃饭了没啊？唉，我就无闲个，你挂设计图，我当然要回家。好，我就知影，我有准备宵夜呢。你即马敢搁伫个工作室？对啊，我伫工作室，还佮有查理伯爹。金城子林，你也免来吼，你就来。
我后日要走啊，我绝对袂做恁的电灯泡。王查理，你是安怎来找我燕君哈、啊？你是要甲伊抢走是？你听我清楚哦，伊是我的人哦，伊永远拢是我的人哦。哦，是啊，今麦你宣誓主权呐、啊，子林。你拄则无听到，老大讲吼，伊超需要我的呢。上好是安尼啦，金彦君，我今嘛伫门口口，进来开门。哦。噔，亲爱的金大帅哥设计师，我送爱心小鸭来啊，请享用。多谢你。好啦，恁两个吼，莫去放闪啦，虐杀我这个单身狗。恁两个较差不多的好无？诶、欸，这间小小的工作室，有一间小小的会议室加宿舍啦，啊，无恁得看要去内面做恁，看要创啥拢会用哦。你足无正经的咧。燕君，行，咱莫插伊，咱就去小小的会议室享用咱的大餐。嗯。哎、欸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哎、杜家已经把工作室九五的监视器用处理好啊，刷落来就是重头戏。好食，嗯，这是我去咱上海去迄间卤味摊买的呢。头家阁问我讲，哎、欸，你男朋友嘞，那无甲你做伙来？嗯，这头家拢无跟上进度，我已经唔是你的男朋友啊。你这句话啥物意思啊？你无想要做我男朋友啊？陈芷莹小姐，像你爱记，我即卖是你的准老公。你哦。嗯，你真正跟王查理学派？嗯，查理这么无正经，想要学伊啊？燕君，今日记者敢有骚扰你啊？你还好吗？你别烦恼我了，我即马已经把手机拢设定好啊，所有无熟悉的电话一律拒接。还有办公室的电话，那电话全我丢掉。迄款媒体记者，我都交了啊。啊，万一这个记者走来你的工作室，啊，伊走去领导找你，那你是要安怎？所以我即摆唔敢回去啊，我跟伊群众去问道啊。啊，若是我也是袂要紧啊，我无希望你交了着问道的人。啊，佮有你的指令，我嘛惊即款媒体记者去交了你，你佮惊佮细你。我知影啦，我会注意啦。是讲你嘛唔免想过烦恼，这是办公大楼呢，出出入入的人遐尔多，我伫来遮哦，较袂互人发现啦。我甲你伫遮见面哦，比去恁家更加安全。唉，我即摆干那希望应清会当紧出面，甲所有代志拢讲清楚。燕君 ，Lisa 甲宝宝。伊甲我讲，伊有看过你伫个咖啡厅甲赵医生冤家，你是安怎无甲我讲这个代志啊？我当然是惊你烦恼，才无甲你讲啊。不管安怎，这是我甲医生两个人代志，我无想要拖累到你啊。搁再讲，即卖民哥拢咧怀疑我，我一定要小心处理。但不过我相信，警方一定会当还我一个清白。我相信你，我绝对相信你。我相信我所爱的人是一个善良、温和的好人。芷莉，多谢你。你爱知影，即摆有你伫我身躯边，是我平地所有困难上大的力量。
为着你，为着咱的未来，我绝对袂用拍倒的。金彦君，加油哦！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会陪在你的身边。来，给你笑笑，喂你吃。啊，我看应该是无火灾啦。哎，今嘛火这么大，搁这么暗嘛，你这路痴这样回去，我袂放心啦。我送你回去啊。唔免啦，虽然讲我是路痴，啊，不过我是有头壳人，好不好？拄下伫来路的，我伫沿路经过每一丛树啊顶面，都有绑发带哦。我今嘛只要沿着发带就能回去啊。所以哦，你唔免烦恼我。啊。你拄则毋是讲，你阁有真侪工课爱无闲，你紧去无闲啊，毋免管我。爱记找时间休困哦。嗯？陈林，关达，找我什么代志？彦君，你叫人来倒位。我伫办公室啊，啊，昨昏加班加到伤晚，我都无倒去困啊。彦君，我问你，你上次的手指是毋是啥问题？手指？手指有啥问题？关达，你问这话啥意思啊？即摆代志闹大啦，真系愈来愈歹收煞。你家看新闻啦，我甲新闻的链接也传互你啊，你紧看一下。我看下，我等下看给予你。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就是赵应星购买钻戒的珠宝店前。根据本台得到的独家消息，赵应星疑似落水当晚，曾经和丈夫金彦君来到了这间珠宝店，选购一只叫“真爱之心”的钻戒，要价不菲。记者也向当晚接待的店员求证过了。两个人当晚认真看钻戒，两人有说有笑，看起来就像一对恩爱夫妻。最后已由赵应星掏出了黑卡购买，但是隔没两天，金彦君却带着另一名女子，疑似就是关键小三陈芷玲，带着同样一只钻戒来到了这间珠宝店内，要求改戒围，也让店员感到困惑不已。这只要价数百万的钻戒，明明是由赵应星付钱购买，为何最后却被丈夫金彦君转手送给陈芷玲？其中的玄机起人疑窦。后续若有任何最新消息，本台也将持续为您追踪报道。那我竟然不实爆料，这到底是安怎？美国，我问你，那个精品珠宝店的爆料消息是不是真的？过程是安尼，无唔对，也毋过是应星爱我甲手指当作求婚戒送我指令，
本来我唔肯收，是英生坚持要我收来。好啊，你一贯的讲法，当作我都是半信半疑啊。起码已经是闹到满城风雨。我讲啊，记者会是一定爱开，甲代志讲一个啊清楚哩。明哥，这是我甲子林英生私人的代志，我是清白的。我认为苏玲的代志，根本无需要开记者会，向外界人说明。有什么问题，交警方调查就好。应心失踪这件代志，已经有太多疑点，也引起真大的风波。而且应心即马是盛唐开发的代理总经理，咱当然是有必要和社会大众，还有所有股东了解真相。今仔日下晡两点，你来盛唐开发一撮，咱两个先把一挂代志讲个清楚。三点准时开记者会，记者会所有细节。我也准备好势，一人出现就好啊。也阁有记者会的时阵，上好是子林莫出现，以免模糊焦点。希望恁两个会当配合一点。阿川，行。真正伤憨嘛！这媒体记者唔知影头唔知尾，竟然黑白讲黑白报，黑白编故事。明个，我要打电话燕君。燕君，你敢有看到新闻？迄卡手机的代志根本唔是安尼，是媒体记者黑白报的对不？真正伤过分啊！好啦，子林，你先莫生气。下晡三点，我甲明哥会伫盛唐开发开记者会，到时阵我会甲所有代志拢讲清楚，应该都袂误会啊。敢有需要我去记者会现场解释清楚，迄个手机是安怎来，先煞证明咱的清白。志玲，多谢你啦。也毋过我甲明哥拢认为你莫出面较好。今物外界甲媒体记者若是看到你，只是甲咱的关系复杂化，而且越描越黑，到时阵阁大做文章。所以你也是别出现较好啦。好啦好啦，那呢我就别过去。啊，不过你面对遐记者讲话，嘛较细腻哦。我知影啦，记者会结束以后，我再打电话给你。拜拜。子林啊，阿燕君。那边是安怎讲？燕君讲，今日下晡在盛唐开发要开一场正式记者会。爸，你家手机代志根本不是安尼，是迄个赵医生硬要叫燕君送给我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甲燕君的清白。爸爸相信，我相信讲哦，你甲燕君讲的话。人确实是让人冤枉的，但是重点啊，你就是讲看安怎做，要有社会这大众哦，大家相信讲恁讲的话。所以哦，我希望讲燕京伫下晡要开个记者招待会时，希望会当讲将你的经过安尼老老实实咯，甲讲互清清清楚。毕竟哦，这是有关的一条人命。我惊伊哦，讲燕京死到啊。那是用无的讲，甲赵永新来失踪起这代志有关的哦。哇，这代志安尼吃力了呢。心如，阁有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安尼阁什么手指去用媒体给报不出来啊？哎呦，这哥都解释过啊，迄手指是赵永新硬要给伊的，伊嘛是足勉强才收落来呢。我想不知影代志不搞到尾啊吼，啊煞变作是伊谋财害命啊！咱都知影哥唔是迄种人啊，今仔拢唔知要安怎才好。难道代志哪会这么多啦？啊对啦，我有听到迄新闻在报讲，下晡哥要开记者会哦。啊，小韩甲建平因刚会去啊。伊有法律背景吼，为伊爹较妥当啊。会啦会啦，因看到新闻哦，就马上甲事务所请假，讲会去现场看头顾尾。卡面哥哦，会丢掉媒体的圈套，讲出对伊家己不利的话，
而且等一下，我会去爸爸那边，我也是烦恼哦。子玲姐甲爸爸若是看到记者会内容，情绪的想过激动，安尼就好啦。我即马也无法度斗相共声，啊，乔涵哦，人巧，搁稳重，啊，搁有法律的背景，希望伊哦真正能甲我斗相共着。 是啊，你免烦恼啦，咱拢会陪过，做伙度过这个难关。嗯，希望过一切平安无代志。好啊啦，我要先来保养啊。啊，有啥物进展哦，你也随我讲哦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 根据经验军先生伊种种的动机，伊是上较有可能。 谋害应心的嫌疑人，金燕君不是那种会被我在海边的人。赵应心小姐的失踪以前，我将借一个钱转给你的户头，转账时间暗时十一点。离开时间是八月二十一点，用你的电脑转出去。我认为是你欺骗我，伊是你气头我，所以我就甲伊气冲突了。你马上甲应心交出，你也为着伤害应心。 付出上大代价，燕君，为了应付子玲，跟他上一挂，我只好选择跟应心斗三工，还不你啊！我无白读陈子玲有涉入赵应心谋杀案中，你是咧黑白讲啥？小妹子，你到底是赵应心啊？陈子玲，有生经验君无想要跟你拖落水，我嘛跟你吃落水，你跟经验君做伙引起。 又搁想起你，想起着过去的日子，往事不愿你的心内想谁？如今分离也是天意，怀念你，阮更加。 怀念你，思念你，阮更加思念你。无论是千年万年，一生甘愿为你来买醉。 怀念你，阮更加思念你。思念你，阮更加思念你。无论是千年万年，一生甘愿为你来买醉。 一生甘愿为你来买醉。